配感嘛，是不是？杨建和老师，有何不可？他要是定制的话，得是哪种杯子？哦，这边。这边哦，对，你得拿一个自己的杯子，选一个喜欢颜色，然后拿边上底就是 DIY 一下。这个让富豪，他们 DIY 的是什么内容？花什么花？画个星星。真不错，真不错。OK。等你的回答，三二一，走。那年的相遇，放开都飘着花，我们曾笑着闹着去追玩笑，青春是发达的代价，手心的留下，向着天空大声喊，等着你回答。八月盛夏，雨落成花，是谁的梦悄悄种下，晚风吹过被定格，一句话，一句话，一说。